吗？嗯，这是衣服，我检查过了，绝对没有红色的。我还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零食，你省着点吃。好好救人，别太想我。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给你。楚楚都告诉你了。他人呢？他说不想让你做，所以就不见你。你有时间多帮我照顾一下冉冉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好说。注意安全。忠贞的话，如果你不舍得，我可以去找他。忠贞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有自己的人生。我希望他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，做个有担当的医生。就让他去吧。好，那你别担心了，我会看好他。我更担心你。我也会看好我自己。这次真没。那你要每天给我发信息报平安。担心，等我回来，我有事告诉你。